在先前两部作品都大受欢迎之后，老牌 IP 战锤将第三度与全军破敌系列合作，推出三部曲的最终章喽。全军破敌战锤三是一款标准的策略游戏，延续前两作的剧情，玩家将被引导至恶魔们所属的混沌魔域，玩家将可以在此见证号称龙之帝国的震旦，以及北国基斯里夫等两大新势力勇闯混沌魔域，与当地的恶魔与怪物们展开激烈的战斗。除了确定追加两个全新的人类势力之外，从影片中也能够看出将会有卡塔琳女王等新的传奇领主单位。另外，之前作为势力公敌的恐虐、纳垢、色孽以及坚奇等四大混沌派系的部队也都会加入这一场激战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看到混沌武士和恶魔王子等单位，玩家将可以在这些单位的混战中享受更加庞大的战略乐趣。全军破敌战锤三预计将在2021年内上市，喜欢这系列的玩家可不要错过这个直面混沌的机会哦。Sony Xperia 5 Mark II， 你最能一手掌握的何手旗舰手机，细长机身各种握法都没负担，轻薄的163克打再久都不累。谁说电竞手机一定很大台呢？